自己，可是这一切都是在游戏。你在逃避着会当在咱中华来做一个演出，啊，这个咱嘛非常特别，在咱的彰化市，吼，咱的艺术馆，啊，这个广场，啊，咱那个彰化县立美术馆的广场，两个广场吼离不远，共同来举办回归音乐季，啊，在咱11号、12号，诶，下午2点开始，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，吼，啊，欢迎所有乡亲时段。大家拢会当楼顶坐落卡，厝边就厝卡，阿母就阿爸，大家共同来参加。参加这啊，真有意义的是讲，即个来唱的这乐团内底，大概呢有一半，那不是咱彰化市的主题，就是跟咱彰化市有关系啊，这个歌手啊，加乐手来这个所在担纲演出，吼、哦、啊，我先独家大家听到啊，咱应该是宋德赫了哈。哦我来给你两个送得好，啊，做失败我见哦，啊，因为乐团真特别啦吼，啊，非常有本土化，啊，所以啊，你甲看拄安尼唱的这个啊，唱歌的这个啊，歌声甲内容，未输这个职业乐团，甚至于超越他们吼、啊，所以我看到啊，这四年来的恁的进步吼。啊我感觉非常欢喜，这拢咱在地土生土长的彰化囡仔，咱大家再次掌声给鼓励一下，感谢，谢谢。有一个舞台啊，咱是不是在那个十六鼓掌的？我想这是真是爱列入重要营销事项啊！啊，未来咱只有扩大了吼。啊，我想这是青年朋友一个真好的舞台啊！吼，啊，抒发因的情感，对故乡的一些情感，我想。这好，青年朋友，这个舞台，咱以后有机会一定要继续来联系，来扩大办理吼。感谢大家，大家好。简单一句话，甲各位拜托哦，甲咱斗宣传者，这个是咱在地本土少年朋友的这个本土的力量。啊，咱嘛真感谢咱宋德赫乐团哦，啊，回来咱故乡，啊，甲咱的地方的软实力往上提升哦。麻烦拜托大家，甲咱斗宣传者，这个是咱在地年轻朋友的软实力哦。拜托您甲咱斗宣传。啊，给咱少年朋友会当伫咱彰化市有一个较好的这个表演的空间，而且感谢大家。彰化回归音乐季有赞无？赞。